啊，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DI 化啊，然后就机体可以改造啊，自己可以改造一下，比如说改造一些装甲之类的，提升防御啊，或者是改造一下 SP 等等之类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改啊，需要金钱就对了。这钱的话，就是打敌方一些杂兵也有获得一些金钱。啊，我们这一章加入很多人物啊，然后这个九龙是我把它加进来的。好，我们去看一下机师的养成啊。机师养成的话，可以增加机师能力值啊，比如说他奖励这些点数啊，可以增加等等啊。那必须要升级之后才会有啊。然后还有武器改造啊，这个武器可以增加武器的攻击力啊。当然都是需要这个金钱有关了。那还有强化部件，有时候我们打敌人的时候获得一些燃料箱等等啊，医院全恢复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打敌方 boss 有时候会留下啊，那有时候打一些杂兵也会有，看情况的啊。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卖掉，给卖一些金钱，金钱的话可以让你改装一些机体啊，这些 BGM 也可以设计啊。好，我们是看一下这个 BGM 这个设计的话 ，M9 啊，这个音乐可以选啊，但是它这是属于它的音乐，你当然可以选成其他人物的音乐、战斗音乐，看个人喜好。好，那我们到下一章看一下吧。地球联合军 VS 地球联合军，啊，这剧情很长，我们跳过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剧情啊，这种角色也有防护罩的啊，然后转轮防护盾，这个虽然防护罩的这个也是防800点伤的，防所有武器啊，减伤800点，那800点以下的就不会受伤。选择谁参战，我们可以选择这两个啊，那比较主力的一些人物。这甲癌的话当然也是我方的主力了。魔神力量啊，这个魔神力量的话必须要气力130以上发动啊，气力130才能发动。那发动之后它这个攻击力就变成翻 1.2 倍的。那魔神力量虽然他这个现在还没转成魔神凯撒啊，那后面他后期的话就会变成魔神凯撒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超强人物啊，九龙猛毒啊，这个我们在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金金属狂潮里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他有这个九龙根本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啊，还有这个柯达尔啊，这个柯达尔这个猛毒，这个红色的柯达尔，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特殊能力，就是这拉姆达驱动啊。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有给大家讲过啊，这个驱动就是把这个人物想象出来的东西变成现实啊。我们在那个火影忍者里面看到那个动画片《火影忍者》啊，那个火影忍者我们看到那个佐助跟团战对决的那一集啊，那个就是那个团战总是打死之后又复活，就是把自己这个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啊，就是把虚幻的东西变成现实。他死之后啊，可以把梦境里面的，就是他想让自己复活就可以复活啊，就是那个意思啊。心想事成。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厉害啊，九龙啊，他这个杀伤力特别高，随着这个人物气力的增加啊。这个日记，这个我觉得这一款游戏里面啊，攻击力最高的应该就这个猛毒了。它装备了这个系统之后，这个会提升这个武器的杀伤力啊，而且还有防护罩啊，防护罩基本上是无敌的。除了同样使用这个拉姆达驱动，同样把它综合着，就是。同样有这种特殊能力的才能击破他啊，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扰乱敌人的这个集中力啊，然后才有可能说破他的这个盾。好，那他这个气力我们看一下，人物气力现在106，他最高请人物气力150，到达150之后人物气力满了，他那个攻击力又提升非常多。
好，这敌方使用这光速攻击啊，但是我们这个防护罩的话，啊，未受伤，对吧？这发动之后，他根本就……不过受伤对一些攻击力比较强的还是会受伤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甲呀、啊，到后面这个魔神凯撒变成敌方的时候，他那个再加上魔神力量发动。有可能让他损伤一点点，本来他是防御这个2000点以下伤害的，他这个驱动本来是游戏里面设计的是2000点以下伤害，但是这个造者我有把它改了，这个造者他防御本来是那样子的，那我把它改成防御增强了很多，就算造者破了，损伤可能也就那么一丁点啊，就拉哎再给力一点会受伤对吧？好，我们这个激光圈拿起来射啊！这个激光圈就是这样子直接穿透的啊。这敌方的战舰也有重力波护罩啊，这个防护罩也是非常强悍的。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气力慢慢上升了，127了。啊，现在应该130了，136。啊，气力也高，打的也多。好，升了一级。我们先把这个动画关掉。你看，现在气力满了，打了10000多，刚才还打了8000多，对吧？现在打了都上万。所以他的这个驱动这个能力，特殊能力非常强悍。我们在动漫里面看到的，就是跟动漫里面的一样就对了啊。现在12000了，气力应该150了。12000加上必杀，12000多。杂兵的血都没那么多，其实我应该给主角啊，主角出来了，我们这个驾驶的这个隐藏机体啊，好，朱雅姆，这个就是敌方的大反派啊，后面都是驾驶那个骑士大骑士机啊，准骑士大，这个叫准骑士。他发现那个机体跟他们有点类似，对吧？他说是微不足道的机体，他们还有空间跳跃。他这那个叫做生命均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还没出来呢，待会就出来了。这些把他打死之后，这甲来我们来给他升一下级，都让那个九龙打的话，他后期这个。人物的这个就不太好打，等级太低嘛。好，我们杀掉一只战舰。好，我们先制攻击，先制攻击是他这个人物的这个本身的一个特技，直接贯穿。他这个武器还有这个舰长非常好用啊！敌方阵营又来了，鸣人又出来干嘛？好，我们看到这个集体出发，未确认的集体出发，所以卡维娜小姐在驾驶那个，就是我们的女主角。这边有3个援军是我方的。好，我们这个隐藏机体是前面3家机体通关之后就有这个隐藏机体就会可以选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就是比较麻烦啊，必须要选这个。他还有这个防护罩，哎，生命经营有吧？对吧？他打我们才40点，他这个防护罩比那个天赐能量的防护罩还要威力还要强大，比那个天赐能量的防护罩还要好。
动作很敏捷，比起以前轻松显得更加轻易的做到。这是隐藏机体，然后后面的话，像这种机体也算是那种小兵队长的那一种。装甲再给他改一下，他就更强悍了。生命精灵，这个消耗5点呢。那天使雷玛的那个罩子消耗10点，而且防御力，防御罩没有这个主角的这种防御罩强哈。就生命精灵的防护罩，它是增加减伤1200点伤害。那个天使雷玛它的那个防护罩是减伤1000点啊。那同样都是50%可以瞬间移动回避啊。气力到。哇，这个机体加入之后特别好打。这气力应该也是上升了很多了。装甲才1300，我们可以跟天之雷玛装甲一样，天之雷玛装甲才1300，那后期的话1500。生命晶云啊，就是那玩意儿。机体强就强在那个特殊技能了，如果没那个特殊技能跟杂兵没啥两样啊，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经营它跟杂兵没啥两样。好，我们使用这个长城光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对方使用导弹这个斩切也是这个特殊技能，这个武器的特殊技能，可以把他们斩掉。杀伤力还不是很强。把这必杀的话，他就死了。这甲来到气力130以上，他的这个杀攻击力就翻倍，翻1.2倍啊！那魔神力量也是他唯一的一个特技啊。他的我甲这种机体一般都是以防御著称的。听到这个他的名字，还有这他的机体都是装甲非常的厚。这个射程3到8特别远，那装甲虽高，不过啊魔神力量发动了，现在杀伤力就翻倍了。看看他这个杀伤力现在也不是特别高。这个防护罩啊，基本上打这些杂兵都毫无压力啊。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毅力可以恢复所有 SP， 我要消耗40点 SP。我们使用一个绝招，消耗1摁还是比较多的，没1摁的话就不能发这种招式。好，那这张的话就这样通了。我们可以改造一下机体啊，九龙的机体它我把它设计成不能改装，
他这个他还能再改装的话太变态了。我们这改装的话可以附加一些能力，看你要加什么都可以啊，加血加一个加啥加装甲地形全部 S， 或者加移动，我还是比较喜欢加移动，像移动力高的话啊，这个有时候要去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给主角装，先给这个甲癌吧，甲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给他装甲给他补充一下，然后我们卡维纳这个装甲也给他补两下，伊恩也补一下，然后没钱了，我们等着下一张吧。然后这武器也可以改装啊，武器他这个武器还稍微有点弱，必须要等到有金钱的时候再给他改造。九龙当然也可以改，九龙太变态了啊。这改装段数还15段。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先做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接着继续，大家拜拜。